前日去覆診，咁就醫生話埋咗喉啦，係啊，咁所以而家就再繼續滴下眼藥水啊，滴眼膏啊，咁樣慢慢即係保養下佢咯，咁就大致上冇乜大礙嘅，有心有心。 因為喺個舞台劇入面有好多動作場面嘅嘢嘅，咁就喺近尾嘅時候有一個動作嘅嘢同其他演員有啲碰撞咁樣，咁所以就刮到隻眼，刮損咗個角膜咁樣，咁就即係嗰晚就已經好痛啦，咁啊第二朝就直情發炎，我就係咁流眼水，擘唔大隻眼咁樣咯。 多謝盡力啦，因為始終呢一個演出其實已經postpone 過兩次咁樣噶啦，咁所以去到今次嗰個決定權喺我度嘅時候，我唔想令到其他人有遺憾咯，再係啊，咁所以就決定，不如試下啦。咩話？聽唔清楚。我會盡量保護好咯，係啊，因為始終呢啲唔知佢幾時會突然之間翻發，咁啊，即係傷口嚟噶嘛，咁但係都會盡量好好保護好啲嘛。其實上次都唔係好多噶咋，係啊，今次希望可以多啲時間啦，可以同我中意嘅偶像可以影下相啦。例如係《獅子與禾》啦，係啊，好期待，係。